定要快，雨衣，你千万不要跑错地方啊！张御医，皇上将碧轩姐带到阴雨阁了，你快去吧，晚了就怕来不及了。哎，慢着，你是谁呀？许碧轩真的被皇上带走了？嬷嬷，你就信他吧。他是皇后娘娘贴身太监，不会有错的。如果真像你刚刚描述的那种情况，娘娘她可能……碧轩，你醒醒好吗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有人吗？娘，我是雪月。桂嬷嬷，救命！给皇后娘娘请安。不要啊，兰妮，救命啊！娘娘，桂嬷嬷，你们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你们放心，没有为你们报仇之前，我不会死，一定不会。冷后天，我恨你，还我女儿。碧轩，冷后天，还我女儿。许愿，娘会为你报仇，一定会为你报仇。傻，碧轩，原来你这么恨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早没想到？哼，你是该恨我，可是我该拿你怎么办好啊？皇上，张御医已到。进来。皇上，您还是先将怀中的许碧轩放下，微臣要尽快替他止血，否则他的伤在后背，朕要怎么放下？啊，微臣帮您。好疼！活着就好。冷傲天，如果可以预知未来，相信你一定会后悔今天救了我。明明看到他一瞬间睁开的双眸，竟然没有一丝波澜，不是恨吗？却为什么那么平静？皇上，人手不够啊！哎呦，别哭了，你们也来帮忙，啊！怎么了？哦，回皇上，这药虽有效，可性情烈得很，与伤口相碰后会有万一啃噬的疼痛，微臣怕许碧轩经不起药物的灼视，会自伤身体。你是怕他嚼舌自尽？皇上，奴才愿意将手放入娘许碧轩的口中，请皇上应允。你们退下，我来。快上药。是，皇上。你准备好了？